爸爸，爸爸，陪我们去玩好不好？爸爸，我也想出去玩。好啊，好啊，宝贝们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赶快出发喽！好喂，他们来到游乐园。我喜欢玩秋千。好开心，好快乐。佩奇，爸爸，这儿有音乐。我喜欢玩滑滑梯。咦，爸爸，我饿了。爸爸，我渴了。哦，宝贝儿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拿吃的去。哇哦，很快，猪爸爸拿来了一个大背包，上面有可爱的小猫咪。哇，是毛绒包包，摸起来很柔软，太可爱了。摸摸它尖尖的耳朵，带着蝴蝶结哦。眼睛、鼻子和嘴都是刺绣的。哇哦，看看里面都装了什么呢？黄瓜，菠萝，猕猴桃，樱桃，茶叶蛋，草莓，火龙果，饼干，牛奶，奇趣蛋，这是一个星座神秘蛋。白羊座，3月21日到4月19日都是白羊座哦。12星座，小朋友们知道自己是哪个星座吗？白羊座，生机勃勃，激情盎然，热爱自由。这里有很多详细的介绍。哇，是一个红色的蛋，里面有一包糖果和好玩的。哇，这个是放大镜哦，它可以把事物放大。是不是很神奇，很好玩啊？我们来看看。哇，放大镜里面的昆虫也逐渐变大了。佩奇、乔治，吃东西喽。谢谢爸爸。
好吃。乔治，喝奶。啊，嘿嘿，好喝，好喝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